的泉水不动啊。晶晶，晶晶，于老师怎么在楼下？你是不是把他关楼下，不让他上来啊？星海携着光而来，我心若尘埃，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青睐。转身才明白，星空了愉快，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，烟花也闪耀，给星辰未来，只要你在。还记吗？你一直没回我的微信，所以我来问一下，还需要我教你吗？那天是我用词不当，你替我向你老师道歉。说过了，师母前几天还发消息问我，说你的同学晶晶，是不是那个明星乔晶晶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游戏打得很好。你又知道了？我看了你的战绩。所以，还需要我吗？那就上来吃饭吧。有我的。我明天再过来，坐了一晚上的火车，现在太臭了。你坐一晚上的火车，你还跑来这儿打游戏啊？幸好带了充电宝，不然电量都不够。我叫司机送你回去。啊！不许拒绝，不想让你到地铁里去训练。我掉了十颗星。引以为豪。连胜就有连败啊！再说我拿了五个白方 MVP。欢迎回来啊，鱼。这张怎么回事？守约16%的输出。鱼教头。这是辅助的问题，你看这一场中单实在太爱乱跑了，中塔很快就丢了，
还有这场是打野节奏实在是太乱了，根本就抓不到对方射手，让他发育起来了。一会儿是单排还是你带我双排？我带你。哦，这次出差发生什么好事了吗？居然愿意带我，这么善良。哎，你出差去哪儿了？这么突然，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吗？西安，其他不能说，保密要求。啊，家属也不能说。我不是说我。不能。这么无聊，那岂不是没有话题聊？嗯，大概吧。那我开始。不是故意卖你啊，信任，我知道。你自己随便玩一会儿，我去修投影机。看，这是我给你打下的星星，你自己玩，随便掉。还有多久能修好呀？快了。要是修不好的话，过几天决赛我们就偷偷去现场看了。你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？看你水平了。别干扰我发挥。我去单排。这炉子没来了吧？哇，你也太菜了吧！赶紧下一把，抓紧时间下一局。就对面那个苏烈，他一直在嘲笑我。经济不行了，现在做不了。可以气他一下。燃烧的剑，燃烧的经济非常重要，不要浪费时间做无用功。以前的于老师才不会理我这种要求，说不定还会教育我一下。出差回来好像有点变了。于途，这几天我可不可以用你的手机打游戏啊？哦，比赛要用比赛专用机型吗？你的那个手机刚好一样，我想可不可以先练一下手？密码是0424，自己去客厅拿。